面对即将在8月16号到28号登场的南京青年奥运会，中华代表团特地选在13号出发前夕举行授旗典礼。除了提供选手们10万块的加赛金提振士气以外，总领队廖玉辉更喊出只要夺牌就送 iPhone 6的奖励。一切的一切，在体育署长何卓飞看来，都是为了让中华健儿缴出突破自我的好表现。我们这一次所设定啊，突破0金，但是我们期望啊可以达到3金。那当然，我们鼓励我们选手啊，希望呢，借着我们这一次的运动会的夺牌，来激励我们的民心。在上届的2010新加坡青奥，中华队一共夺下3面银牌。这一次透过艾尔达的转播，国内观众将可以看到48位国手挑战16项运动。其中在举重部分，女子组58公斤级的江念心，身为伦敦奥运银牌好手许淑净的陪练员，这一次出发前也获得学姐不少的建议。就放轻松，不要想太多，就像在比赛，就像在练习一样，稳稳就好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面对这第二届的青年奥运会，中华队无论是在参赛项目或是人数上都创下新高，也期许这些中华小将可以在青少年选手的最高比赛殿堂中发光发热，影响各自璀璨的运动生涯。我来听新闻采访报道。